声音都走了。今天你们看到我们的服装，你们就知道谁又是一定会输的那个。你看到吗？中奖摸奖，中奖赢。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？有请我们的关注。OK， 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打手杯，请看游戏规则。OK， 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。游戏开始的时候呢，先进行一次抽签，一二三，每轮重抽一次，一号打二号，二号打三号，被打的时候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如果发出声音的话呢，游戏就结束了，当要打下去的时候闪掉的话一样游戏结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一二三，抽签有三号，不，三号耶，准备开始。请问是你被打吗？
整个这边头皮好像被拉掉了，阿春就爆出来了。你有看过红油超丑吗？偏心。哎，重点我这边 OK 了，你看。你要维持我 OK。我受伤哎。我没有打到阿春，我没有打到阿春，我不爽。我一次给他打爆，阿妹，妈耶！